方丈，我回来了。你终于回来了。早课后，我看看你的功夫落下没有。战后不会令方丈失望的。 就已经不是你的对手了。哎呀，还有两个月就是武训比试了。师叔，我听说武训比试是少林的头等大事，是吗？当然了，四年一次。无论少林武僧还是俗家弟子，都有资格参加，为的是找出天赋最好的弟子，从而去修行更高深的功夫。你爹呀，就曾脱颖而出，成为了一方高手。 小时候，我听爹说过。师叔，我还听说，要是能在武训中拿了第一的话，就能成为灵定方丈的入室弟子。师叔啊，你当年不就是在武训比试中拿了第一，做了方丈的入室弟子，成为罗汉堂首座和僧兵团的统领者吗？你呀，好好准备准备吧。 少林，林展浩，我认识你吗？我会是你认识的最后一个人。你说什么？我从泉州特地赶到这里来，取你性命。正好我今天没有杀人。 就你了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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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错！
什么功夫？夺你刀的叫金灭抓，打你的叫多罗叶指，杀你的是燃木刀法。你死在三种少林绝学之下，不远。将军，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真厉害啊！这是少林的燃木刀法。燃木刀法是少林绝学刀法之一，听说这种刀法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在枯木上砍出数刀，令其燃烧，故此得名。这么厉害，如果要真是林长浩的话，那他的功夫我们无人能及。城都破了，这些不知死活的人还在反抗。如果他们愿意打，就给他们设擂台，让他们打个够。这帮鼠辈，让他们偷袭，或许还行。真要设擂，恐怕就没人敢上来了。不敢上来，就逼他们上来。封了这所有的粮仓，要想够粮，就要上台打擂。攻心战。对，攻心战，让他们彻底臣服，就得让他们内心充满恐惧。只有让他们恐惧了，他们才能放弃抵抗。奇怪了，怎么这一个开门的饭馆都没有？哎，这位大哥，请问这些饭馆怎么都关着门啊？哎，兄弟，哪还有什么饭馆啊，都让倭寇给封了。封了？是啊。那么哪有吃饭的地方？想吃饭啊，要么你就去那些军营给那些倭寇磕头去，要么你就打生死擂吧。生死擂？上来，擂台上已经死了几十个乡亲了，我真想上去把他们一个个全干掉。战浩，占领游戏的倭寇是我们兵力的20倍，对攻我们没有胜算。我清楚。上擂台你能打死几个倭寇啊？这我也知道。不
不过，我还是想上擂台。展浩，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。师兄，我没有意气用事，我想得很清楚。 这年轻人，上！不要命！这是哪儿的你？小伙子，下来！小伙子，你下来！不要命！小伙子，你！ 6个人，是7个，6人当场毙命。擂台上的人，什么来路？不知道。看上去只是个平常男子。不许围杀，我要把他打败在台上，不然我军颜面无存。 你看，咱俩今天酒也喝不了，菜也吃不着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谁啊？是啊。诸位，我们是少林僧兵。听我说，凡是不能打的、有伤的，立刻离开，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。凡是能打的，立刻跟我来。 走，快走，快点！来来来来，接着喝，接着喝，马上马上！
家都听着，立刻换上倭寇的衣服，记住，左手系上白布，在擂台处会合，号令一起，立刻杀敌。好，你们两位立刻去焚烧倭军粮草。好。倭军将领，你是谁？少林，林展浩。林展浩，你就是林展浩？你怎么会在幽西？我来收回幽西。就凭你，你有多少人，打得过我的大军吗？你往那边看看，你的主营被攻破，牢里的俘虏已经全部被救出了。那边烧的是你的粮草，放箭！来不及了。不要恋战，赶紧撤兵。好，撤！撤！撤！将军，我们中计了。林展浩根本没有什么兵马，只有十几个僧兵，剩下的都是被他们救出的俘虏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正在往城外逃呢。追！借此机会，杀了林展浩。
扎浩，总兵大人，早就听闻你用兵如神，这次啊，果然是领教了。大人过奖了，现在倭寇已经基本溃败，他们应该会从山谷逃走。我师兄已经在山谷外设下埋伏，但是我担心人手不够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派人去增援了。哎，扎浩，这次咱们打了这么漂亮的胜仗，不知道。 是哪个倒霉的倭将被我们打败了？这个倭军将领，我曾见过，是一女子。将军，山谷外也有伏兵，我军现在已经被前后夹击，快扛不住了。那就退回幽西，退不回去，全被堵死了。还有什么路可以走？北边，只能从北边的山林小路走，那可通往闽清。 好，撤！往北边撤！足利父子，对，他就是倭将领袖足利一时的独女。糟了！怎么？先前因为倭军兵力超过我们太多。 所以我安排的战术皆在退敌而非全歼。山谷北侧有漏洞，他们完全可以从那儿逃走。逃就让他们逃吧。大人，围攻倭寇就交由您指挥。那你呢？我去生擒足利父子。 上寒，昌邑君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被打下山了，常伟千代被杀死，父子将军也被他们抓走了。看来父子将军。
输得有点惨呐！这分明是诱敌呀，怎么会没看出来呢？父子将军的兵力是僧兵团的十倍，恃强无恐，所以才如此轻敌。简直是胡来！哎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回去搬救兵有点来不及了，不如直接把他救出来。那我马上带兵去打探一下情况。好的。伏击你们的是什么人？少林林展浩。林展浩，展浩兄啊，你俘虏了足利父子，可是鼓舞士气的大好事啊！<笑>这样一来，对足利一时应该能起到牵制的作用。我相信一定能。不过，我担心倭寇为了营救他，会大肆反扑。那应该怎么办？我建议修缮防御，做好准备。屈念师兄，你带僧兵团的弟兄留下，协助总兵大人。好，张豪兄，那你呢？足利父子不是寻常倭寇，我打算立刻启程，押送他回少林。 林展浩已经发现了父子将军的身份，连夜启程押父子将军回少林。什么时候走的？大概一个时辰前。他没有几个人，三名僧兵。我们有十几个人，三名僧兵，还是对付得了的。但父子在他们手上，我怕硬来会伤着父子。这么着，你先回去，率营武者机动部队。 将军，我们来晚了。来了就不迟。放人吧。凭什么？饶你们四条命。就凭你？ 就凭我。 父子将军，你稍等。 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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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输了。半年前你还是我手下败将呢。那是半年前。念在你我兄弟一场，今天我不杀你。就算我今天不杀你，可你以后也别再逼我杀你。仅仅是一招，林展浩的武功已经进展到了这种程度，现在他打我就像半年前我打他一样。带了多少人？60精锐。继续追。我就不信这60精锐打不过一个林展浩。速战速决，东边还会有伏兵呢。慢不了，慢不了。倭寇才这么点人马，你看我带了多少兵马，搞死他们有没有？有。跪下。哎，
我让小倭寇看看我的气势，搞死你们！您看，您看，您看，他们不行了。参将，倭寇败了，要逃。追！是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。对了，先不追，传令下去，全军面向东部山林摆出防御阵型，弓弩兵就位。是。得等到中午了，传令，全军缓速前移，靠近村落。是，走。果然来了！放箭！放箭！放箭！都快！哎呀，打的也差不多了。对了对了，那个小林那边怎么样了？哦，还没有消息。嗯，林战号说了，要我们等他的通报，一定要等到直江措变阵之后再进攻。那就等，下令全军做好准备。哎呀，小林说的都对呀！啊。他说倭寇会来村子掠杀，诱我们出击，你看有没有？有有。他说东边林子里会有伏兵，你看有没有？有。这个小林要是说直江措会变阵，那就一定有。将军，将军，我们侧翼遭到了攻击。什么人？是少林三兵。有多少人？不清楚，但是攻击异常迅猛，是从我们阵型后侧进攻，我们的阵型已经被冲乱了。传令，全军立刻转向，顶住攻击。战局正如您所推测，直江员赶到村落，结果遇到的是明军的伏击。上山长野在东部林区设伏，但被箭阵袭击。大人，跟您预料的如出一辙。太高明了，实在是太高明了，整个战局都在您的预料之中啊。他的本部也应该受到袭击了吧？正是，攻击从侧翼开始，直江措正在变阵。哼，晚了，如果不变阵还能撑上一会儿。
毕竟从左翼来的不是主力军，等他变完了阵，明军的主力就会赶到，他将腹背受敌，想不败都难。参将大人，僧兵团和湘勇团已经攻入直江错本部，逼得直江错变阵，展浩耀大人立刻发起进攻，先以箭阵射杀，再从南向北直接攻击，将倭寇逼至岷江畔。好好，传令下去，步云阵。按照原先的计划，刚一到村落就遭到了明军的伏击。上山长野呢？将军，将军，我们在东部的林中遭到敌军箭阵的攻击，伤亡惨重。将军，村落间全是明军主力，如果他们全力攻击，恐怕我们无法抵挡。三支乱步呢？他的策应部队在哪里？怎么还没有出现？他应该知道我们受埋伏，早点赶到，我们就可以再抵挡一阵。将军，明军主力已经攻到本阵，我们已经抵挡不住了。哥，怎么办？将军，不如趁现在伤亡没那么严重，暂时撤军，等退过岷江之后，咱们再重振旗鼓。果不其然啊，直江错腹背受敌，已经难以支撑了。向北撤是他唯一的选择，没想到这个吴克尧还有两下子。大人，这个吴克尧我还是多少知道一些，他在领兵打仗这方面就是一个彻底的草包。一个草包也能把直江错打成这样？大人，探子传来消息，少林僧兵团在整个战局中一直在主导。少林僧兵团头领是那个罗汉堂首座杜信，他死了之后由一个俗家弟子接替，据说好像是少林方丈林定的入室弟子，叫林长浩。谁？林长浩。他有多大？好像比您还小一岁。林长浩。长浩，吴克尧冲散了直江错的本队，这一仗咱们赢定了，把他们打过岷江那才算赢。是，来。
大人，直江错强行渡江，明军和僧兵团已经赶到，双方正在混战。下去。是。好。船在接近战场时，船上的弓弩手用最快的速度射箭，在接近人群时将渔网抛出，能套着谁就算谁。是。所有人攻击后在下游集合，重新回头继续攻击。是。所有的人在攻击过程中不分敌我，一律是目标。蓝轩，在。你跟我带着剩下的所有人从上游江畔上下夹击。是。方丈有虑，又为何不问？不用问了，看你这样，我就知道他必胜。可以见得。看你吃得这么投入，我就相信，斩浩此役，你有足够的信心。与冲击之时，一向是心无旁骛。看你现在还没有吃完，我就知道你很有信心。我已经了然了。斩浩可赢，只因倭寇太弱。方丈，你喝粥吗？今儿的粥可不错啊。我差人再给你送一份来。
和下游都发现倭寇，正朝咱们杀过来。啊，人多少啊？不多。不多就打嘛。那个林长航呢？他已经带着僧兵团追过江去了。啊，他不在啊。那我们应该算赢了，有没有？纸江错都被咱们追过江了，咱们当然赢了。那就是了嘛，都赢了我们还打什么呀？保存实力。来来来来来，现在收兵收兵收兵。走，去去。江错，你认不认得我？你不会记得我，那你还记不记得石井？石井西安寺，石井镖局。你给我听好了。我父亲叫林钦，我叫林展浩。林展浩，果然是你。当年你杀了我父亲和镖局所有人。连我母亲，她一点武功都不会，也没有放过。这么多年，我等的就是今天。我恨不得杀你十次、一百次。这一下，为我父母。这一脚，是为我大哥林展翔。这一下，是为我二哥林展鹏。这一拳，是为我师叔。这一下是为所有的百姓。
长野君。论部君，看来你的手下毫无损伤啊。这是损伤不大而已。主营遭到敌军突袭，侧翼军来不及回救，而你当时就在主营的后方，为什么迟迟等不到你的援兵？直江措留在主营的部队上千人，连他们都抵挡不了僧兵和乡勇，我这区区几百人不也是送死吗？我一直在等待最合适的时机。你的时机就是逼我们过江？没错，若不是我在那时采用了有效的奇袭增援，过江那一战直江措的部队将全军覆没，你长野军也早已战死。乱步军，你在江面上的那一战确实很漂亮，但如果你等到我们过江之后再打，不是更好吗？我若不出击，你能安全过江吗？好，就算我相信你，但直江措将军未必相信。无所谓了，他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亲眼看见僧兵砍下了他的首级。你竟然眼睁睁看着直江措将军被杀，你是何居心？长野君，你我亦师亦友，这个没必要吧？你能安全脱身，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。这一仗对直江措来讲失败，但对你我而言，算是挽回了战局。我希望能跟长野君一起并肩作战。担心坏了，这是直江措。直江措，哎呀，了不起！我要香烛祭品。好，好，香烛祭品，听到没有啊？香烛祭品有没有啊？有啊，有，你还不快去啊？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亲手杀了直江措，
为爹娘报仇，也为镖局上下，为西安寺的僧人，为石井百姓报了血仇。爹，你当年统帅石井乡勇，保家卫国，而今天我一定秉承您的做派，全力投身抗倭，直至将倭寇荡尽。爹，娘，你们安息吧。大哥，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何处，我想你了，我已经把杀害父母的、令你性情大变的直江错手刃了。你要能看见该多好。我想早日见到你，你还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大哥。